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啊，咱们就来说一说关于 TensorFlow、啊、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结构，以及呢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那么首先呢，咱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关于 TensorFlow、啊、它的一个变量的问题。说到这个变量啊，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吧？比方说咱们在 Python 中，咱们怎么样创建一个变量？咱们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等号就完成了把三这个值啊付给了 a 这个变量的一个操作？啊？在 Python 中是不是很简单？咱们就能创建出来一个变量？啊？ 但是呢，在咱们 TensorFlow 当中啊，就显得有那么一些麻烦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既然啊，你用了人家 TensorFlow 这个模块，所以说呢，咱们处处啊都要按照人家给咱们定义好的一个规则来玩这个事儿。它给咱们怎么定义的？比方说啊，我想定义出来一个 W，它等于一个航向量，我需要先把这个航向量给它表示出来。 然后呢，再把这个航向量给它转换成一个 TensorFlow 点 Variable 类型，也就是说，咱们要又调一个 TensorFlow 点 Variable，哎，通过一个这样的类，把咱们创建出来的值啊进行一个转换啊，也就是说，TensorFlow、啊、稍微有点麻烦。当咱们想创建一个变量的时候啊，咱们都需要进行一个这样的定义 TensorFlow 点 Variable，然后呢，括号里边就是咱们想要的一个值。 比如说这里啊，我创建了一个 w 啊这样一个行向量，x 呢这样一个列向量，然后呢，我要对这两个向量、啊、还要进行一个操作，比方说啊，我想对这个 w 和 x 进行一次矩阵的乘法，那么进行矩阵乘法呀、啊，其实 TensorFlow 里啊也给咱们定义出来了这样的模块，咱们还是要按照人家给咱们定义好的这么一个模块来玩这个事儿。 咱们用 TensorFlow 点 mat multiply，也就是说，咱们要对 W 和 X 进行一次矩阵的乘法，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 y 的值了。那么下面刚才啊，咱们说的是一个 TensorFlow，、啊、咱们怎么样创建出来变量，以及呢怎么样对这个变量啊进行一次操作？哎，那下面咱们来说一说，是不是说现在啊，你对这个 y a。 对于这个 y 啊进行一个操作，y 不是等于 w 乘 x 吗？现在咱们能不能打印出来 y 这个值呢？咱们先来打印一下，看一下，就是说我先来打印一下这个 y，看一下它是什么。啊，这个没有打括号。 嗯，忘给大家说一点，就是说咱们现在啊使用的编译环境啊是 Python 3.5，所以说呢，在这个 Python 3.5 Python 3.5当中啊，咱们要使用这个 print 这个 print 函数的时候啊，咱们需要把这个 print 的变量啊，前面再加上一个括号啊，跟咱们之前 Python 2.7啊有点稍微的不同。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看好咱们现在打印出来的玩是什么。 现在打印出来的 y 啊，其实它是一个 tensor 的格式，也就是说呢，咱们 tensor flow 啊，就是说通过这个 tensor flow 点 variable，先要把咱们所有的值转换成一种 tensor 的格式啊，这个 tensor，也就是说咱们 tensor flow 里边啊，所有的变量、所有的值啊，都是这种 tensor 的格式，咱们需要先把一所有的值都转换成 tensor flow 所支持的这种格式，然后呢，再用 tensor flow 所支持的个格式啊，调用一系列 tensor flow 的 api。 对这些知识，对咱们这些创建出来的变量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咱们第一个打印出来值啊，它并不是一个 y 的值吧，它是什么？它只是告诉了咱们，哎，这个 tensor，比如说这个 y 值，它的一个大小是什么？它的一个 type 是什么？它现在啊，好像还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值吧。比方说，我再打印一个 w，打印 w 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变量类型的吧。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完成了一件什么事儿啊？给大家来画一下。 比方说啊，我这个方块是咱们 Tensor Flow 的一个图，Tensor Flow 呢是一种图的计算格式啊。比方说，咱们在这个图中要进行一系列操作了，咱们先创建了这么一个 W，然后呢又创建了这么一个 X 吧。咱们通过两两个 Tensor Flow 的 variable，但是呢，咱们现在创建出来什么？ 咱们现在创建出来的只是一个区域，或者说，咱们只把这个呃变量的一个模型给它创建出来了，它还没有具体的值啊。也就是说，咱们只创建出来了这个 W，还有 X，还有 Y，它们的一个骨架，咱们也搭出来了。这个骨架呢，就是说，咱们先把它的值啊，给先把它的一个呃框架给它放在那儿了，但是它还没有具体的值。哎，这是咱们 TensorFlow 创建出来的变量啊。 那么对于这些股价、啊，咱们该怎么样给它赋值呢？在 TensorFlow 里啊，我们需要做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说需要调一个 TensorFlow 点 Global Variables i n t e r n i t i 也就是说呢，咱们首先啊要对这个全局的变量进行一个初始化的操作。咱们需要把这个 W 和 X 以及呢 Y 这个操作啊，先进行一个初始化。当咱们完成了这个初始化操作之后啊，哎，这个 W 和 X 以及 Y 这个操作，啊，它们就具有了一个真实的值。 这个初始化的操作啊，咱们该怎么办呢？首先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初始化你不能直接进行，咱们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刚才说先创建出来了这样一个 w 和 x 啊？这样创建出来了一个 w 和 x 啊，只是说咱们给它一个变量，找到了一个位置，找到了一个位置呢，还没完，咱们还需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啊？咱们还需要定义一个 session。 这个 session 的意思呢，就是说我需要找出来这么一个计算的图啊，或者说找出来这么一个绘画的图，把这个 w 和 x 啊放到这个 session 里边，咱们才能去算这个 w 和 x。稍微有些麻烦啊，就是说咱们看代码啊。 在这里，我先位置 tf 点 session 啊，就是说，咱们先要打开一个 session 的结构啊，先把这个绘画给它打开，在这个绘画当中，咱们才能对这个 w 和 x 进行这个操作啊，也就是说，这个 y 不是对 w 和 x 进行一个矩阵的操作吗？这个操作啊，需要在咱们这个 session 当中才能完成啊，看起来有些麻烦。 在这个 session 中啊，咱们怎么完成的？在这个 session 当中，咱们是不是只需要来跑一遍这么的初始化操作，就完成了这个 w 和 x 以及 y 这个操作了？我们看，咱们是不是只定义了一个 w、x 以及 y 啊？对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 session 里进行了一次 run run 什么 run？咱们刚才的进行的这个初始化操作吧。也就是说呢，咱们实际上啊是先定义出来了这样一个 session，在这个。 在这个三审当中呢，对咱们全局的变量进行了一个初始化。初始化完了之后啊，咱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哎，咱们这个 w、x 以及 y 的一个值了。这回呢，我们打印了什么？我们是打印的一个 y 点 e v o l y 点 e v o l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 TensorFlow 里啊，你不能直接打印 y 这个东西啊，直接打印 y 它是没有值的。你要想看 y 这个值啊，到底等于什么，咱们需要 print 一下 y 点 e v o l 咱们来打印一下，看一下。 我们看啊，现在打印出来一个值等于二吧，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呃零点五一这个行向量乘上这个二点零一点零这个列向量的一个结果吧，矩阵相乘的结果。咱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关于 TensorFlow 啊一个变量以及一个简单的操作、啊，就是说比方说呀一个最简单的操作，咱们是不是就用了一个 W 乘上一个 X 了？ 咱们写了多少行代码？是不是写了这么多行代码、啊？看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呢也没有办法。既然啊，这咱们要用这个 TensorFlow，咱们就必须去满足它的一个要求。首先，咱们需要把变量以及啊咱们定义的一个操作，哎，给它写好。对于变量来说呢，就是说，哎，这个点儿 variable 就是说咱们创建变量嘛。对于一个操作来说啊，就是说咱们对变量进行了一系列操作，哎，咱们把这个 y 啊叫做一个操作。 定义好了这个变量和操作之后，咱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咱们首先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全局的初始化吧。比如比方，比方说这点，我们先定义了一个 T F 点 Global Variables i n t e r l i z e r 也就是说要给他们进行一个初始化吧。但是呢，这个初始化在哪儿进行的，是不是在咱们这样一个 Session 里边进行的？ 也就是说呢，咱们第一步啊，其实是咱们先构造了 session 这样一个计算的区域，在这个 session 的计算区域当中呢，咱们先选定出来了这个 w 和 x 以及 y 呢，它们的一个骨架，然后呢，再对这个骨架进行一次初始化的操作，这个初始化的操作就是这个点 run 的操作，进行完了这个初始化的操作之后啊，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变量计算结果了啊，我们看这里啊，我最后打印了一下，它是等于这样一个二的。 看起来有些麻烦，其实啊也还算好吧，也没有太多行，对吧？